今日各地大冷，透早苗栗公馆只有7.9度，明仔正月初一水气变多，可能会落雨，落到初四。有确诊者捌去过台北车头，台北市卫生局是发出警示，提醒有收到的人拢爱赶紧做裁剪。就要开车的新法规，漳州路头一天全台湾就处第88件违规，依法过载。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公司中头新闻》，我是欧芬良。上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到国内疫情，通的疫情是继续传，今日新增加6个确诊，拢是苦力采检出来的。另外，伫最近个小会案的3个确诊者，因捌去过台北车头，而且因去的时间是甲住宜丰车站的服务时间是有重搭。台北市卫生局是赶紧来寄警讯，提醒有收到的人要赶紧去做采检。三十一为了浙江的头早返乡的民众大包细包，台北车站内未准备坐车的人未少，因为伊汤圆的美甲君子案，疫情拖烧到台北，有三名确诊者捌伫台北车站停留5点钟，车站大厅也一直变扫消毒，保持清洁。带了2个，然后带一个比较防护力比较强的口罩。上下车就是消毒，要尽量不要碰到公众的东西。每2天就会有一次全面性的消毒。那包含旅客常接触的部分，我们都尽量以半小时一次的消毒频率来进行。台北车站强调，防疫工作不轻彩，请民众放心。不过因为三人停留的时间，到随到随住的住下站的服务时间相差，因为人数多，引起到底敢要发生偌济细胞感染的讨论。但这个毒性发的那个景区的那个数字啊，我目前卫生局啊，目前数字还在统计更新中。我们的气质还在计算中。通疫情继续探烧，31增加6地确诊个案，其中阿孝电脑案加物流公司案各增加1人，农家乐小食店案增加2名人客确诊，另外加贝尔幼儿园案增加确诊幼童的年母跟年尾后生拢做2个人得病。我们希望确保社区防线的安全，虽然目前还没有到结束的阶段。但是今天新增的6个个案都是在框列裁检的范围内，并没有其他不明原因的社区的个案。北市卫生局紧急发出2885条细胞感染，提醒接到感染的民众赶紧前往7间病院采检。汤圆市府强调，增加的6人拢伫原本的考虑范围中，对社区威胁的风险较小，也会继续追踪美甲君子等案的相关卡者。另外，初二、汤圆市也会保留一个采检站，民众有疑虑，拢会当前往采检。记者综合报道。暗时就要围炉啊，真侪人赶伫市场休困之前来买着过年要用的菜。暗过因为疫情的影响，高雄基金大街煞是无啥人。摊商就讲，今年的生意上少是减一半，毋忙疫情会使赶紧过去，会使过着原本的生活。洪山的肉豆工市场一透早拢是采工的人，要赶伫市场休困进前，要好暗时围炉甲过年即几工的菜。但受到高雄即阵仔疫情的影响，不管是入口的是人济，也是摊商民众敢有挂嘴安，市场管理人员唔敢大意，随时派人来巡。因为大家都会怕出外很麻烦，所以很多人都会买一些东西囤粮。平常每年都会来啦，只是说今年因为。可能疫情这样子，可能就尽量在家里开火这样。市区的菜市啊真热闹，单价一个海基顶刷零零清清。虽然市长单期卖挂保证，基顶社区风险真低，而且多数民众拢完成体检，但受到进前单独加强防疫的影响，明明是放假第3天，一透早无闲准备排单的摊商表示，这几天摊商比游客搁较侪，生意至少落一半。一半以上吧，一天要卖个1000块就很困难了。现在那个。又爆这样子，人家都不敢来了。居民全部都要下去做 PCR 采检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地人会比较安心一点，但是游客可能还是不敢来。为了确保高雄港群聚有封条的，市府过年期间继续伫小港基顶顶所在设体检站，但因为大部分民众伫前几摆已经完成体检，31号透早体检站已经无过排队，民众就希望疫情赶紧过去，让因会使正常生活。记者陈焕武民交馆高雄报道。今日暗时就要围炉啊！有个人会要赶紧去到故乡，高公局就建议，若是要开高速公路路南，会使下晡才来出发。另外，今日透早是零几度，伫苗栗公馆只有7.9度，
各地今日拢是大冷的天气，按讲明仔将会初一开始，水气会变侪，可能会落雨，落到初四。新正连假的第三天，也就是围炉暝，从早起十点开始，各道都相连续出现过年回乡的车阵。为高公局即时路况的图，会当看到目前车还算好走，时速会当维持伫80公里以上。不过还是有较少的路段，要注意可能会有车较侪情形。在上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波南向的车潮出现，主要在国五的部分，国五从早上一直到下午的4点左右，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在西部国道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到新竹，国三的土城到关西，大概在早上中午以前，也是会有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根据高公局的预告，围炉这天的交通量是980万车公里，民众会当尽量利用替代道路，下晡出门较袂塞车。也若围炉这一天，透早是这波冷气团上较强的时阵，上低温伫咧苗栗公馆，敢若有7.9度，高雄差不多敢若11度左右，全台湾是较大冷的天气。不过，为初一开始受到华南分雨区的影响，水气比较高。初二大陆冷气团会稍微减弱。明天清晨的话，基本上气温是稍微回升，不过呢，感受上面还是会比较凉冷一些。整个中部以北及东北部的低温还是有14-15度左右。初一、初二，我们就是受到华南雨区东移的影响，整体上呢，在我们的北台湾北部东半部地区，降雨的时间会增多，那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也会提高。气象局也提醒，到新正初三，方面会通过台湾各地，也是有可能会落雨。为初四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温度会降低。然后初五至初六，阁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会到位。中北部甲东北部低温有机会降到10度至12度，天气变化真大，民众都要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主要开车的新法规，早就正式上路。头一天，全台湾就处第88件违规，移送52件。新北市前一天就有4件相关的案件。市长侯友宜就强调，过年期间一定会加强饮酒开车的零检。警察伫咧各大路口实施酒测的零检，因为近日传出食酒驶车的案件。立法院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等，加重饮酒驶车的罚则相关的条文。新的法伫咧1月30日施行，全台湾就处第88件，以上52件。我们是在中正北路有查获到一位酒醉路倒，被我们警方所查获，他酒测值达0.79，以公共危险罪移送。这个修法，饮酒驶车出代志，除了原本的刑度以外，罚金上当会罚到300万，酒驾累犯的年限嘛为5年延长到10年。10年来，两届驾酒驶车都会公布名姓，还有相片等等的资讯。也若坐共驾车的乘客，罚金嘛有加重。我们新法一上任的第一天的执行酒驾勤务，是取缔的事件，我们一定要严格执行。因为酒驾零容忍，尤其在春节这段时间，我还是会要求警察的同仁们在勤务上要排上酒驾的勤务。所以春假这几天，大家不要以为大家都休息的不会抓酒驾。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围炉这一天去3重警分局来视察，感谢警察在新政的期间持续强化防疫和治安维护等等的工作，也提醒民众，就算在新政的期间，要是安排处地吃酒驶车，请民众都要遵守，饮酒都不能驶车。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民众曾跟朋友做伙爬山，啊，不过下晡要落山的时阵，却是骨头受伤。消防人员是前往救援，以人接人的方式，偷偷啊将人救落来。搜救人员赶到东茂山登山步道，发现受伤的39岁红姓民众倒伫咧边坡，因为脚受伤无法度行动。这时阵天也是光的，不过因为山区无容易搬运伤者，搜救人员真细腻，把伤者搬运到登山口的时阵，已经是深夜。停得住吗？由于东茂山5.1接近处啊，有一名女性登山客摔落，那本级立即派遣消防队8名，那溧阳工作站2名，以及民间救援队前往处理。台中市消防局表示，30号下晡将近2点接到民众报案，当时民众甲朋友2个人做伙爬东茂山，但是回程的时阵2个人分开。后来，当时民众找无路，无顺利取得，跋落5公尺的边坡，打电话向朋友求援。搜救人员伫咧下晡4点45分接触伤者，发现伊的面、腰还佮有脚部拢有伤势，不过无生命危险。那患者明显脸部擦挫伤。胸毛炎，大腿有擦挫伤，腰部疼痛，
四至五例。那本集立于给爆炸固定，那 SKD 固定后，它以徒手化验方式，那以效，那并利用清洗男士担架啊，人员进行搬运动作。台中市消防局、甲里木局，也有民间的搜救团体，总共11名的搜救人员，用手啊拖救，也有用手来搬运。因为山区道路坎坷石潭，真歹行。暗时七点才甲伤者搬运至步道，深夜将近12点才顺利到登山口，由救护车送去救治。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关心体育消息，亚洲杯女子卡球八强比赛，咱国代表队伫 PK 大战输予菲律宾。啊，不过想要踢入去明年的世界杯，犹原也够有机会。这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下胜利的，只是因为怎么讲，我们打得太急了，然后很多颗没有把握，这样。就是我觉得这场结束就结束了，就是不要再在意太多，下一场我们再全力以赴拿下胜利。这场比赛大概延长赛结束，犹原是1-1进入 PK 大战，咱是输给菲律宾。啊，不过咱个代表队阁会甲越南、泰国来踢到循环赛，排名第一的人就会使直接摕到参加明年世界杯的资格。过来看到过年连假，台东的风景区已经出现游客。因为有的所在是较挖到原住民的部落，所以有的部落已经打出告示，要求游客若是要来，要挂好嘴安。顶礼拜台东地区接连下落几啊天的雨，31围炉之工总算是出日啦。伫个东海花加罗兰休闲区，也一摆袂少游客出来遮行达看风景。因为本土疫情的危机还未解除，予台东的民众是真烦恼。游客若为北部甲南部来甲台东佚佗，虽然是伫咧户外看风景，毋过东海岸的景点有诶离部落是足近的。目前已经有部落伫咧出入口的所在，踏入去部落都要甲嘴暗挂好好的标语，都惊外地来游客带来疫情。要进来总是会来看一看呐、玩啊，看这个村庄是怎么样的啊，这样啊。这个疫情吼还是很严重啦。还是要注意啦。这波本土疫情，台东县目前还是连较近的地区，而且比较较空旷，较会吸引外地游客来这度假。台东县政府提醒游客甲居民，嘴暗都要挂好好，而且要保持社交距离，甲防疫做好好。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做伙围炉，食甲真澎湃，啊，不过要注意，有一挂菜或者是中药材，会甲其他药啊引起着无同款效果。物件食的量拄拄啊好就好，安尼过年才会使食到澎湃，阁食到健康安全。一路一路好食料理捧上桌，过了新年，家家庭回炉食，回炉饭是重要风俗之一。桌顶除了还有龟尾鱼，代表年年有春；，也会有一路以挂菜为主的冬年菜，代表冬收。也毋过爱说哩，因为挂菜、青菜花、藤椒菜、芥蓝、白莲啊等青绿色的菜色内底有丰富的维他命 K， 但是食济更加会抵消抗凝血剂效果，低速药效降低。那维他命 K 呢，其实是帮助凝血的一种维生素，那很有可能就会去抵消掉你的抗凝血剂的功能。除了大鱼大肉加菜色类，不少品种也会在桌顶煮一点烧烫烫的药膳火锅。只是中药材内底会当活血补血当归，那是加抗凝血剂华法林当在吃，可能会加强药效抗凝血作用，低速出血风险增加。那是淡爽入菜控了后，佫会加真侪急性心血管疾病、脑中风，也是抗心脏疾病等患者。定使用的抗凝血剂阿司匹林当在吃，可能会增加以上出血风险。华法林或者是阿司匹林，那本身就会已经有这个增加出血的风险了哈。那在同时搭配了中药的这个丹参跟当归的话，可能就容易会有加深出血的这个机会。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出现一些，例如说淤青增加的风险，或者是在刷牙的时候，这个牙龈有没有容易流血的问题。另外，有在吃降血压药品的民众，也要特别注意饭后吃水果，因为像塔玛豆、鸡卵果、草莓、香蕉等含有高钾类，可能造成血钾堆积，所以引起高血钾症状。高血钾症，整个手脚会麻痹，嘴唇会麻痹，会心悸，甚至严重一点会死亡。
游书工会昨天会表示，虽然这些好吃的年菜可能跟药物产生交互作用，所以影响有效，但是民众也不免完全都不吃，只要保持分量适当，维持稳定的饮食习惯，也是可以吃得健康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私立开南高中设立全台湾头一间开在高中级学校内底日照中心，去年底就开始营运，也让学生有一个可以见识的所在。困到了后，日照中心的长辈得到教护员同齐活动经过。开南高中照顾服务科的学生也伫边啊学，这是开南青春学堂，全台唯一一间设在高中级内的日照中心，也是目前全台高中级头一间有长照机构和学生实习的高中级。这环境真好啊，真清气啊，真安静。一开始接触长辈的时候，会觉得很紧张，就会怕说会不会伤害到他或吓到他什么的。可是接触到长辈之后，会觉得说他们有时候蛮可爱的，然后很好相处。为中心走廊看出去，长辈看到学生在打球，校长欧玉虎讲，真有怀旧辅料效果。另外，中心导致 AI 智能教学，环境更加安全。像长辈伫便所跋倒，无影像检测系统第一时间警示，人员都会随处理。透过大数据，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的一个动作，到底跟我们的疾病有什么相关联，就会取所谓预防重于治疗的一个作用之外，也可以延缓我们的病程。学校内底会当有专线的日照中心，学生讲，那是便利，随时应用所有的，回归修正真宝贵。没办法跟长辈用台语沟通，我们会请我们这边的老师，就是跟他们进行沟通。对，然后我们在一旁帮忙，就是一起听着。在玩游戏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说他不要玩，他不会。然后我们通常都会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教你。但是他会一直讲，一直讲。请他这样一个一个放进去。啊，这个训练他的手部的肢体的协调。几啊位教学科三年的学生讲，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看到未来长照产业的前景，才来读这个科。到即马感觉学真济。清景共学，家族典范，要学生照着事实，找出志向，依离未来，职场连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巴西圣保罗州连续刷几天拢一直落大雨，引起了土石流，也够最大水，至少已经有19个人无命。这原本是车路，现在不像是整片湖同样，路人的火车是阴到强要无看。巴西圣保罗州最近落超猛的大水雨，不然做大水又引发水崩山，地数至少有19个人不幸死亡。官方表示，差不多有500户的民众撤离去避难。Eu vim ver aqui a atual situação e os efeitos da intensidade das chuvas e infelizmente também dos desabamentos das vítimas, inclusive fatais.Aqui nesta região. E temos um balanço triste até o presente momento. São Paulo 州政府表示，近来至少有11个城市做大水发生水崩山、毛树啊倒去等等的灾害。车路等等的公共设施是损断了真严重。各地小连续传出有民众因为水崩山、人山流去，或者是去有大水淹去不幸来死亡的消息，其中还包括4个囡仔。州长多雷阿大直升机视察灾区，伊讲已经授权拨1500万的雷亚尔，差不多代表7700万的紧急援助款，给受灾害的城市。Infelizmente sim, mas essa chuva está desde ontem, né? Então chegou a alagar aquelas partes do rio, mas aqui nem tanto. Mas agora, hoje mais cedo, agora em diante já estava até mais cheio. Agora que está começando a diminuir.巴西东南部自今年初以来已经落超猛的大水好几啊届啊！这个月初，米纳斯吉拉斯州嘛因为做大水，就走19条人命。这届大水雨按算会持续落到2月初一。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非洲的塞内加尔为着要对抗着气候变迁，来发起着一个历史长城计划，要跨过非洲大陆近8000公里的树啊！不过十几年来，仅完成计划4%。冰土种树灾在科华地区去隐形回破，是社会国家塞内加尔对抗气候暖化的上新措施。Donc ici vous avez les plantes médicinales sur le premier plan. Les trois plans là sont dédiés aux légumes.
une variété de légumes, les papayes, les limons, les citronniers et les citrus, les anacardiers, les natifs, les fertilitaires et au fond, le baobab et les caïcédras qui sont plus grands.去宜兴花圃无着是咧学自然生态体系，花圃共是无互相消化成长。过去几个月，三里加二沙埔地区已经起数十个宜兴花圃，唔但对绿化帮助，也个能增加当地居民的粮食来源，改善生活，佮减缓人口外移。咱努力不努力，我们认真地头认真地下呢买呀买，人家还独立点的还过咱咱玩的。啊，咪是过咱的独立的去吧，把它还得去养来，阿爷有嘛的爷爸嘛。事实上，三里加尔的宜兴花圃是非洲绿色灯下计划一部分。为了应对气候变迁，改善土壤退化，非洲人民2007年发起这项计划，打算为西部三里加尔往东延伸到吉布地，跨过11个近8000公里的丘陵，同时阁创造1000万的绿色就业机会。虽然真有理想，因个计划启动10多年才达成实拍。那讲要伫关键2030年达成恢复1亿公顷退化土地目标，要到430亿美金的资金才有可能。公司新闻，齐冠荣编译。镜头转向台湾，台北的松山机场唔那是民间用的国际机场，嘛是军用机场。面对到即卖台海局势有较紧张，有得要避免受机场即款的重要的目标去攻击，国军是来加强过年期间的战备。咱前海看到的空军轰炮部队，嘛伫镜头进前来展出伊的训练，要来展现着国军保护国家的决心。前个小兄官兵穿装备，为夜下冲出来摸鱼，得机来袭。因需要甲时间走烧了酒，10分钟会当完成战备准备。任务地点就伫松山机场。松山机场是国家元首紧急撤离的战略据点，所以驻防地者的空军轰炮部队负起重任，是机场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次驻防的轰炮部队来自新竹的空军基地，也表演给空防卫武器，会当360度对瞄敌军的20防空快跑。松山机场除了是国际机场，也是军民两用的机场。而为了确保机场跑道的安全，空军在这里有防炮部队驻守。是，请准备，检查大家是否固定。由炮长、电源机手、2名炮手、1名射手为编制，5人操控的20防空快炮，上大射程4500公尺，属于轮战式火炮，会当同时执行激发近端退卡。上大的重点也是射击角度达到85度，零时间标准敌机进行反击工作阵。该武器射击初速每秒可达1030公尺，主要射程对地2000公尺，对空1500公尺，最高射程可达4500方尺。当我们就是接到上家的命令，就是接到之后，然后我们会指示给连长，然后连长就是会指派我们，然后下达连长自己下达任务给各火炮的炮长，然后请炮长瞄准哪一个方向。对讲究一转多灵的国军官兵，遇到紧急状况，只要2人就当操作20防空快炮。炮管三型过滤，原本3分钟来完成更换，就算合格。也不过官兵训练精良，用不到30秒就完成，何人真恶劣。松山机场会有防炮连，是因为台北是重要的卫戍区，那空中的交通一定要有机场，那我要保护国家的元首及政要，还有老百姓的安全。那机场里面是要设有防空部队，那保护机场的安全任务。台海情势紧张，强军威胁增加不减，空军轰炮部队也承担首都守卫的防卫责任。过了春节期间，国军保持戒备，用行动证明不要让台湾空防出现一点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受到大陆引起冷气团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也有东部天气较寒，其他所在早晚也较寒。做伙来关心下晡的天气。在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高19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高21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高23度。在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高21度。外岛上低9度，上高18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用心收看今日的中岛新闻，咱再会。